C 金刚战士。大家好，欢迎到饭店，我是丸子一凡，我是帅弟弟。那今天呢，是我们的新单元无厘头趣味开箱。我们希望可以用更有趣的开箱方式，让大家简单快速的了解这些玩具。没错，那我们今天第一个的玩具家庭就是 Super。超能手本吸到了另类时空，然后在那边就偶然遇到了这个超能神兽天使和剑齿虎，所以就偶然得知真的有这个超能宝石手指和超能神兽的存在。于是呢，他们之后就协助超能神兽一起来拯救地球，然后打败魔王的故事。哇，感觉就很有趣耶，很有趣哦。对，那我们这个呢，开箱方式要怎么进行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进行类似像快问快答猜猜看的方式，然后来更了解我们的 Super Cat， 所以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猜猜看哦。对，如果你没有看过 Super Cat 也没关系，今天就跟我们两个一起慢慢了解，对，一起猜猜看。那就进入我们的猜猜看。好 ，OK。Super Cat 在悠悠 TV 的播出时间。出来。恭喜答对。三只机器人的主要名称：红色 A 选项超龙勇士 ，B 超龙战士 ，C 超能战士。我是 B 超龙战士。恭喜答对。耶！蓝色的 A 金刚猴王。B 星星猴王 ，C 金刚战士。出来！好，出来请答。C。C。恭喜答中。是 A。金刚猴王，恭喜答对。迅雷忍者 ，B， 迅猛忍者 ，C， 火影忍者。是吧？是吧？A， 不是啊。A， 恭喜答错。我是 B。恭喜答对。他是迅猛忍者。三只机器人变成机器人的时候，谁劈腿最长？是我。这题确实可以让你选。没有选到。没关系，恭喜你答。你要哪只？那个红色的。哦，我也是觉得红色的。红色的。那你心跳比较快。对，他比较快，所以。恭喜出来！答案选择。那你大概最长是几公分？劈腿的话，最长是26.2公分。26？他26？没有，真假的？以下的招式不是红色机器人战士的招式是？不是，不是哦。不是，好。A 爆炎冲击波 ，B 爆裂冲击波 ，C 爆炎斩。请作答。作答。出来！是完，请回答。A， 错。恭喜答错。丸子 B。恭喜答对。三只机器人的武器合体时，武器的名称叫做什么 ？A， 远古冲击加农炮。B， 未来冲击加农炮。C。超级晶片加农炮，请作答。我是。出来，请作答。A。恭喜答对。你们听错了，答错。主题曲中 Super Ten 总共唱了几次 Super Ten？ 哇。A。
直接给你们选择。OK。A 十八题，十八次。十八次。OK。B 二十一次。C 二十二次。错了。几个啦？我 C 二十二次。恭喜。Yes， 完字 B 二十一次。恭喜答对。Yes， 答案不是二十一就是二十二。猜其中一个机器人的个性，个性勇敢且有责任心的一位战士，也充满了耐心，但有时候会容易嫉妒和固执己见。这一位的超能战手表，恭喜答对。不是，是乱讲的。那不是写超能手表，什么意思？蓝色大支武器和小支武器的长度相差多少 ？A 五公分 ，B 四公分 ，C 六公分。恭喜答对！我要取中间的几个，那我还觉得他说取中间值就好了。绿色忍者结印的时间 ：A 一秒 ，B 一点一秒 ，C 一点二秒。是吧？速度差不多，退选。剪刀石头布，可恶！请作答。一点二秒。恭喜答。恭喜答对！哎，怎么办？这难题出的。一秒。恭喜答对。什么？这么短啊？最后绝招。指尖陀螺，看谁可以转最久。OK， 你说是那个吗？小只的，你先转。好。结束。真太小了。三秒。请开始。结束了，结束了，没有一点东西，脚步没有超速啦。红色的大只和小只的牙齿一共有几颗 ？A 三十颗 ，B 三十一颗 ，C 三十二颗。说起来，虽然请作答。恭喜答对，大只的有十七颗，小只的有十四颗。红色大只机器人有几个可动关节？作答，请作答。十八。丸子，请作答。十四。机器人的身高差哪一款差距最大？请作答。是吧？是吧？请说。蓝色皮和星星头丸。恭喜答错。Yes， 那我们那个丸子，请作答。超龙战士。恭喜答对。Yes。表的变身音效时间有多长？是啊，三秒。三秒，好。1.6秒。好，非常的精准。对。Yes!
不限时吗？不限时。不限时，但也不能太久。哎，我们这是需要一点想象的。嗯 ，OK， 好，开始。怎么样？波斯看好了。我要讲一下这个功能啊。讲一下你的作品理念。对，作品理念是因为这三只的头，我觉得这最帅。嗯，就是纯粹是这样。然后呢，这个呢后面有翅膀，就是它可以展开，有没有？所以我设定是它会飞。嗯，好。然后呢，前面这个是那种可以所以射炮，所以它可以远距离攻击。远距离攻击。远距离。然后呢，这个呢有一只口红，所以它旁边可以咬，这里可以咬，然后飞过来我咬。然后呢，前面又可以近距离嘛，砍我砍，然后可以又射又砍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因为它带太矮了，所以我把它增高，这样比较有那种 model 头身的感觉。然后你看下面这个有鹰爪钩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它可以就是那个一个抬腿后，哈炸这样子，然后就炸，然后就可以用这个尖尖的爪子，然后那个来刮伤人家。所以这是我的作品理念，没办法，是不是？换你，换你，换我。首先呢，就是它三肢合体嘛，所以我把它三个长都结在一起，增高增高，腿非常的长，非常就身高高就可以适合咱们远距离攻击。然后呢，为什么要装一个盾牌跟一个炮，这样可攻可守？而且你看这个很像一个溜冰的那个鞋子，有没有？一看就是这个跑得比较快。这个脚跑得比较快，嗯，所以要退场的时候呢，可以非常快，很适合这样咻咻咻滑进来，然后飞快的射炮，然后再赶快后退，一边举着盾牌后退，所以可攻可守，而且又很高大，怎么样？一出来就可以震慑敌人呐、啊！怎么退那么快？啊，不是，不是要平飞啊，平飞啊！你说哪一个比较厉害？我的可以飞上天哦，我的。好，这一题的话是我们的素然获胜。喂，为什么？原因是因为素然呢，它的惊人性非常的丰富。OK。而且它的解说还蛮有趣的。我刚才讲我的不有趣，是不是？因为不有趣、啊。因为他的想法是还没有开始打，就已经想要跑。慢一点，快一点，慢一点，快一点。这样我快不慢了，我节奏很难掌握呢。我是快，我是慢点，慢点，我是快点的，快点，慢点。完成。Yes， 60秒，61秒。其实两位呢，伯仲之间只相差了2分而已。最高分的是14分哦，最低的10分，几分？差2分，12。是的，恭喜我们这一届的超时空骑兵之手获胜的是丸子。那我们今天还是有抽奖活动要送给大家，我们今天要抽出3位，会送出我们的金刚猴王。超龙战士跟迅猛忍者，那要怎么获得这个奖？对，要怎么获得他们呢？就是在我们影片下面留言，告诉我们他们想什么，其他有趣的问题，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下次猜猜看的环节面加进来回答你们。没错，对。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呢，是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主角三个之前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是我们金刚猴王、超龙跟咱们迅猛忍者，迅猛忍者，那迅猛忍者这样子，那。只要告诉我们，就有机会获得今天的大机器人。没错，那我们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一样喜欢的话，请帮我们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、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你们就我们连续下去，那我们下次见。
谢谢。